好啊，今日同大家行下呢个仙湖植物园。呢个植物园咧真系好鬼大噶，你见到我咧只系行咗一小部分，咁大概系2公里嘅时间到啦。咁啊，只系睇嗰个花卉展览嘅啫，吓咁去到呢度啫。咁我会坐呢个 B8 去呢个莲塘口岸过关。好，落咗车之后呢，我哋就向后行，咁啊往呢个丽景大堂方向去。咁我哋上咗电梯之后呢，咁啊沿嗰啲路牌啦，咁一路行，咁啊可以就出咗境之后呢，我就会嚟到呢个莲塘口岸个商业城啦。咁下边呢有好多食肆啊，大家喺度食下嘢啦，或者去参观下啦，咁都有啲按摩啊、足浴店喺度嘅。啊，咁大部分都啲烧味啊、烧鸭啊、河粉啊嗰啲咯。咁我哋离开呢一个商业城之后呢，我哋就会出咗呢个莲塘口岸。咁其实喺我哋个左手边呢，其实就呢个莲塘口岸个地铁站嘅。咁大家可以坐呢个地铁站去到狮湖路C2出口，或者坐啲公交车啦，M102啊、M182啊嗰啲吓，或者坐一啲专线车，去呢一个仙湖嘅植物公园。咁啊，今日嚟到呢个仙湖植物公园呢，好鬼多人，冇咩心机行。咁啊，带大家睇下啲盆栽啊、花卉展览啦。咁其实呢个公园真系好鬼大嘅，可以行足一日嘅。咁亦都有深圳最大嗰个原发寺啊，咁大家都有时间去参观下啦。咁今日我唔想去啦，因为今净系条路都咁多人啦。我相信嗰个原发寺都好鬼多人，咁同埋好多地方都封咗路嘅。Thank you.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